有一种鱼叫做糟鱼，糟鱼甲着沙白鱼真接近，不过伊个肉真适合做鱼丸。若是要用着伊个鱼肉来做鱼丸，就爱甲伊讲。所以台语有一句话讲：烂糟欠拍济。即一天，我就伫六里门的国姓爷庙发现糟鱼。烂糟哦，烂糟是迄个甲沙白鱼，人讲迄个烂糟加沙白鱼。吃那麼大塊，你是要怎麼樣？等於喔，等於喔，蹦蹦的，前前的，就有個變好處，是不是？不過他這爛糟是在講魚丸的嘛。我跟你講喔，爛糟會這麼吃，我非常好吃。這是什麼魚？這叫做魚丸。來來來。欸，他乖啊。欸，啊，這隻是普通跟這麼大隻。普通跟這麼大隻。沒啦，你報道要講喔，差不多都這麼大班而已啦。拢偌大班，我南部会当只大班。哎，平常是偌大只？哎，平常是差不多30公分至40公分尔。啊，只也特别大嘛。哎，对。惊死人啊！你那这个只大，这是安那妈祖保佑。无，咱那个国姓爷保庇的吼。为什么爱怕？哎，烂糟啊！烂糟，我跟你撇，因为伊的肉吼。越漂拍越硬啦，你若无烂烂怎么吃？所以一定爱拍就对了。你等于甲查，迄有一个洗面，叫什么名？你等于讲换走啦，有一个洗面。